夕阳西下，夜幕低垂，东北角的水帘洞却金光闪闪。2022矿山艺术季登场，现场人山人海，在13层光雕艺术为舞台背景下，现场搭起伸展台，邀请到潘一良设计师、悠人神谷等共鸣流金时尚夜。而夜晚东北角海风徐徐，酷暑的夜晚出奇凉爽，今晚的矿业山神让人惊艳。这一场在地国际化的艺术响乐，结合山，结合海，结合我们的黄金山城，我们的台湾的天空之城，用我们的矿业结合我们地形的自然资源，办一场最优质的艺术响乐，所以我们把它定为流金时尚业。悠人神谷推出新作《阳歌行》，在鼓声与韵律之中，磅礴之势撼动山海，现场民众目不凝神聚集欣赏。演出中传递光明海岛，守护家园，以矿山傍水之姿展现出阴阳调和态势。今天来参加这场艺术飨宴，然后觉得很壮观，很漂亮。细节，我觉得就有点感觉像去埃及的那种，就是古老的感觉。这是一场文化艺术交集的飨宴，也带点神秘的感觉。带点神秘的感觉，很漂亮而不一样的无独有偶的演出。活动现场打造40公尺开阔舞台，邀请众多模特一起走秀。服装设计上融入矿山元素，搭配野系金属物件，整个伸展台视野媲美国际时尚周，让越在地越国际的跨境文化理念，透过青春山海线，为后疫情时代来台观光做了更多准备。SBA 杨博玉感觉满城尽是黄金甲报道。